他们赞同陈慧媛的说法吧。那关于国民党立委的说法呢，我实在不太认同。大陆陆配怎么可以比照跟外籍配偶的相关措施来办理呢？是大陆，是大陆配偶哎、欸，大陆配偶来这里，如果你能忍受看到满街的大陆配偶吗？还有大陆配偶生的子女，这样直接被中国统一有什么差别呢？让我真的有点怀疑国民党是不是有点在轻松卖台。我真的很反对那个反对缩短年限这件事情。然后对于那个陆配的遭遇呢，我深感痛心。不过我们台湾是有法治的国家，所以呢我们必须照着法治走，规定如何就该这样做。谢谢。